冷静啲先，帮紧你，帮紧你，帮紧你。其实今年咧咁属兔嘅姜涛啦，咁有天月贵人星嘅帮助啦，仲有桃花星添。咁而另外咧，仲有属猪嘅 Anson Low 有天德同埋福星嘅帮助。其实可能事业上，我觉得喺今年嚟讲都系依然强势嘅。咁而牛年对于姜涛嚟讲啦，可能情绪比较波幅比较大啲啦。但好地方就系今年虎年有呢个太阳星嘅扶持，其实对佢情绪有比较大嘅稳定作用嘅。咁啊，另外啦，有属兔 Tiger 同属猪嘅 Jeremy 咧。其实同样有吉星的帮助，所以其实今年的发展都拭目以待嘅。咁最后啦，值得关注啦，就是 E 人啦，因为属鸡佢咧今年有紫微星的帮助啊。咁其实个人表现上面同生意上都有正面的提升嘅。咁另外属马的 Stanley 咧，今年就留意翻啦，容易树大招风啊，所以今年可能说话上留意翻啲啦，以至可能容易招来一啲嘅事迹同埋妒忌嘅。而属猴的 AK 同埋阿 J 咧，就今年就特别留意啦，因为佢哋今年容易遇到一啲阻滞啊，或者舞台表现相关嘅。表演咧就唔係好穩定嘅，可能今年要花啲時間精神去處理啲問題嘅。屬蛇嘅 Elton 同埋 Lockman 啦，今年有太陰玉堂星，其實都用都女性貴人嘅扶持，所以咧益花子可能今年對佢嚟講都係唔錯嘅。咁另外仲有屬龍嘅 Frankie 同屬鼠嘅 Eden 啦，因為今年冇乜大吉星幫助，所以喺舞台表現上要特別留意翻腰腳問題，尤其是喺二月、十一月同埋十二月嘅時間嘅。咁我順利噶啦，師傅，拜。拜拜拜拜拜。